啥呀？备忘录，他喜欢的东西。喂，西西。喂，我是彭措。你还好吗？还好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很爱成都。我很爱这个城市。你在这里遇到你，我觉得我真的是这个城市最幸运的人。迪迪，到底是打给谁呢？喂。
喂。喂。喂。久等了，久等了。你那边还好吗？哎，就哎，挺高兴的，就终于拿到你的电话了。嗯，但是就只能听到你的声音，就觉得你特别的远。所以，如果你变成了一条鱼，我可不可以成为你的氧气？今晚上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结果都没关系，我觉得你做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，所以希望你接下来能遇见你想遇见的人。就这样吧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